首先，这是我汤冰冰本人第一次演小甜剧，人在我心里，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张。啊，这是对他的这个第一印象。左耳朵。你没有耳朵。就在我心里面，他就是很小朋友，很可爱。我肯定反正不会害羞。美宝是有点害羞，他很害羞。妻管严。啊。好，你就是个妻管严。我老婆气了，当场就给我拍了照片。我赢了这个职业选手，我赢了你们所说的什么电竞大神，他就真的是高兴的从椅子上可以蹦起来。嗯，你开心就好。